好热啊，像我们在汗蒸房，要满头的汗。先把这汗擦干，给你试一下这粉底液，防水防汗的一个效果。咱们脸上如果有斑点啊，有痘印，跟我一样肤色暗沉蜡黄啊，气色不好看的朋友可以跟我这样子去用。粉扑的话是一定要打的半湿的啊，你看我黑眼圈真的很显老，然后呢给它遮盖起来，一下子这个眼睛啊它就炯炯有神，包括的法令纹啊也很明显。那么这么一遮，哎，整个人就是砰砰砰的那种感觉，法令纹也没那么明显了，看皮肤很透亮。再看一下我这边脸，瑕疵依然还在啊。咱们的话用这个蜜粉呢给它轻轻的稍微定一下子就可以了啊。定完之后呢，它是一个哑光雾面，而且你的妆感会更细腻。看这个的话就是高级的雾面感。然后我们来给它测试一下这个防水防的效果。首先我要拿一个口罩啊，你看口罩这么去拍，我们日常出门戴口罩，口罩的话基本是很干净的，没有怎么掉色。然后呢我拿这个水乳来给它测试一下，看这么多水，看到了这么多水，然后把这个水全部都给你擦干。哇，纸都撕破了，但纸巾上呢很干净啊，只有水没什么粉。它这个呢不易掉妆也不易掉色，持妆好，妆感好，也非常的持久，宝贝们可以去试一下这个粉底液，老好用。